在灵光，不知一点灵光，生生不灭。这个灵光呢，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啊。灵光就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说灵性、灵魂，迷了叫灵魂，悟了叫灵性。啊，灵魂呢又称阿赖耶，灵性呢又称我们自信。 还有我们人人本有的佛性，因此灵灵昭昭常放光明，故名呢灵光。那么，特别是禅宗呢，他们比较常用这个灵光。我们净土宗呢，就比较没有用灵光的这个名词。所以，我们以下所探讨的是禅宗的公案。 在禅宗里面，我们讲呢，马祖见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百丈禅师呢，跟马祖道一禅师讲座里面曾经讲过他们殊途的公案。马祖道一禅师呢是开悟的圣僧，那他这个弟子呢，百丈怀海禅师呢也是开悟的圣僧，啊，这是禅宗的高僧大德。 所以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他是公元七百四十九年至公元八百一十四年。百丈怀雅禅师呢，是马祖道一的嫡传弟子。他下面呢除了临济，还有沩养二宗，啊，禅宗有五宗，包括曹洞宗呢、啊，啊。 临济宗呢，维养宗呢，啊，这个维养呢，也可以练维，也可以练归的归养宗，也可以说，啊，那么这两宗呢，都传承于百丈禅师，影响深远，啊，那么他们也改革这个立志，所以百丈禅师对于禅宗。 乃至于佛教的制度上啊，建立了一个良好的规模，让禅宗呢能够持久兴盛。那百丈怀海呢，禅师是中国禅宗史上他既有开创性的一位一代大师。作为南岳一派的嫡传，啊，百丈禅师呢非常重视心性的思想。 他对这个心地法门呢，也有很深的体会。他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开示，即《古尊宿以入卷一。百丈禅师在堂上说法，他说：“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；体露真藏，不拘文字；心性无染。” 本质圆成，但你望远即如如佛。老法师曾经也提过，灵光毒要窘脱根尘。我们这个灵光佛性自信的功德，它是亘古亘今，本质不生不灭，本来就不生不灭啊。 所以灵光毒药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本质寂止，本质清净，本无动摇，本不生灭的。比如说你的见闻皆知，你一样在见，啊，但是呢，差别在第一念没有问题了了之了就，第二念就迷了。所以灵光毒药窘托工程，它是呢。 超越时间跟空间的，啊，六根对六尘所是用根，啊，不能有妄想分别之着，通身放下，这叫窘托根尘，也就是必须要看的不放的，在根尘接触的时候，它是离开相对待的境界。 他是绝大的境界，体入真长，能够呢，啊，称信而谈，啊，从性都流露出来。他不记文字，理文字相，理言说相，理心人相。我们自信呢，他是六大师说的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这里骂是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他是。 污染的，它本质原则，它本来记住的，本来就圆满了。你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但你妄妄缘，即主如,如佛，他就恢复性德的妙用了。他就是佛性都没有用啊，那就是佛之佛见。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离开众生之见，他就是佛之佛见了、啊，它就是如如佛。他这么一开示呢？ 可以讲说是直开心眼，显发本性。那么后来呢，有一位福州的古灵神赞禅师啊，这位禅师叫古灵神赞禅师呢，他是本州大中寺出家的。后来行脚到各地去云游天下，去参法参学，遇到百丈禅师而开悟。 就是古林神战禅师呢，是遇到百战禅师而开悟的。所以刚才印国大师说，一善之识很重要啊。古林神战禅师呢，遇到百战禅师开悟，他回到本州大中寺。受业师问曰：“他的受业师啊，在佛寺里面？” 可能是他的教授是，或者，是阿舍里平常在教导他的这位法师呢？但是这位受卫师呢，他本身还没有开悟。受卫师就问曰，就问他说了：“如你无无在外，得何事业？”他说：“你离开我以后，你有有没有做一份大事业啊？出家人怎么还会做大事业呢？开悟才是大事业啊！”啊。 一大事因缘吗？古林神赞禅师就回答说：“因为并无事业，税前之意。”啊，那古林神赞禅就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没有做什么大事业啊，并无事业。”啊，他也很谦卑了。我也没有迷信戒心戒净成佛了。那说慧师就给他派工作了，税前之意。 一日因早生呢，命师机构师乃拊背曰：“好一所佛殿，而佛不胜。”这个古灵神战禅师呢，他的受位师就派他去做工作了。有一天呢，他的受位师在沐浴啊，在在洗澡。 就命令这个古林神战禅师的，说你把我后面有脏东西，你帮我抓一下啊，把它去掉，气垢。舒乃胡背，古林神战禅师就抓了他的背，以后就说一句话了：好一所佛殿呐、啊，而、哦、佛不善呐、啊。他说：哇，这是一个大雄宝殿呢、啊，我们这是塔寺嘛，里面住的一个天真佛嘛。他说：好一所。 大雄宝殿的佛殿呢，可是这尊佛还没有开悟啊，而、哦、佛不萨他没有开悟啊。其师回首视之，他的说一声就回头看他一下，你这是你说什么呢？他当然，他也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其师回首是就回头看了一下，师爷，佛虽不胜且能放光啊。古林神战禅师说，虽然你没有开悟啊。 佛虽不盛了、啊，佛性没有开显出来，但是他一直都在放光，为什么？你一直不理这个佛性的妙用嘛，你每天都在用它嘛，不然你眼见色，我们是用什么？当然是用你的觉性呐、啊，只是你用的当下是，你有不解呀、啊，你错用啊，你想错说错做错、啊，所以他才说佛虽不盛，钱能放光。 他为什么他继续放光啊？那个觉性继续起作用啊？问题是你错用啊，你迷了以后就错用啊！你悟了以后就是如是我闻啊。啊！那就是正正知正见呐、啊。其实又一日在窗下看经，有一天呐、啊，他的受业师啊就在窗户底下来看经呢。又一日在窗下看经。 疯子投窗子求出，古代那个窗户啊是用纸糊的哦，不是像现在玻璃。那一只蜜蜂大概跑进来，出不去了、啊。疯子投窗子的、啊、求出啊，古代那个窗户是纸去糊的嘛？那那个蜜蜂跑进来要要出去飞不出去，老是在那个窗子那边在那边挥这边撞啊，疯子投窗子求出啊。 失赌之业，这古林神正常就说了，看了后是说了，世界如此广阔，不肯出，钻他固执，雨人<脸>，记得。这个里面的有双关里呀。古林神正禅是意思是说，他说这个世界这么大，你不肯出去，你老是钻那一张那一张窗户的主 这房间这么大，你不出去，其他还有门可以打开，你不出去，你老是撞那一张布执，就是那个窗户那个窗子，你到一点都出不去，一点就是什么，就是茫茫无奇那你出不去呀、啊。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啊，众生就像那个蜜蜂一样啊，跑到山这一来轮回，然后出生死。英光大叔说啊，生死难了，啊,啊。 所以那个蜜后就是我们呢、啊，那个窗子是我们的执着啊，我们的我执啊。我们见识过程稍后根本无名啊啊，那这个古灵实际上就是说，这个世界这么大，你本自清净，本自寂止，你放下就好啦、啊，可是你又不肯出去，世界这么大，你不肯出去，你一天到晚就在这个。 赚他固执就是在这个牛角尖里面不断的起直左，不断的种子起剑线，紧线又新种制，那你这样驴脸永远出不去啊！其实，至今问你，他的授业师听他这样开示啊，就把金本放下来，就问了：汝行脚一婆人，五千多建筑化园一场。他说：哎。 你去到各地去参学行脚，你到底遇到水呢？我前后听到你讲这两句话，前面说说背部放光，哈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佛虽不圣，前能放光啊。那加上这个啊，蜜蜂啊，陀窗子求出那个说位师也是很有慧根的、啊。他一听不对啊，境界很高啊，说你行脚遇到什么人呐、啊？你怎么有办法讲这么？ 异常就是说，这么高明的这种见解呢，这么高明的见地呢，你也有误处啊。是曰，古林神赞禅就说了：“摩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，尽力报慈德。”这个古林神赞禅师就说：“摩甲是他自己的。”他说呢：“我蒙百丈和尚告诉我怎么样。” 能够有个歇处，歇处就是说狂心歇歇即菩提嘛，狂心若歇歇即菩提嘛。你如果你这个狂心肯放下来，怎么放下来？如果放下来，如果能够有个悟处，他告诉我一个方向啊。啊，我今天呢讲这几个意见呢，这样的见解，我只是要报答恩师的慈恩呐、啊。 今亦报此德哦，我一点点小小的体会啊。其实呢，以示告众自哉，请师说法，请你上堂说法，就引请法师生座啊，就引请这个古岭神赞禅之生座说法了。此灯座几唱百丈门风，这个古岭神赞禅师一生座、啊，就唱那个百丈门风的那种。 生做的那种战绩啊，唱战啊，乃曰就说法了。灵光毒药迥脱根尘；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；心性无染，本质严惩但理望远记如如佛。啊，这个就是传承他们的如来家佛传承如来家业啊，这就是开悟的境界啊！啊。 其师以言下感悟，他的说谓师经常开始以后当下有所感悟，曰：何其垂老得闻及者事啊？他的说谓师说：哦，我活到这么老才听到这样的就近解脱的这个根本大法啊！所以佛法无论说的虽是不能解啊啊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。 灵光，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这个灵光就是我们的自信弥陀嘛。我们本来就是阿弥陀佛啊。啊，他灵光独药啊，他本来是亲近平等觉啊。啊，窘脱根尘，他是离开对待的，他是离开能所的，他没有善恶好坏，没有所是非啊，他没有这些对待啊，他窘脱根尘。 如何去见到呢？你在六根对六者的时候，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放下攀念执手你就见到那个灵光了、毒药了，也就离开善恶对待啊。那个常极光净土，这个常住真心呢，它就显露出来，体露真常啊,啊。它不记文字，它是理文字相的。 广济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他也见性了、啊，也开悟了、啊。郭罗将，他本身也是不认识字啊，他也开悟往生了、啊，也见性了、啊。海贤老和尚也不认识字啊，也往生极乐世界啊。老和尚说他是六祖大师再来的，不积文字啊，心性污染了，他本来原成，本质原成，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。 但你妄哎，你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如如佛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提到不及文字了。所以这个灵光就是我们自信本性的智慧之光啊。它不是出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或者受生相位触法六层。它自信的境界是超越感官跟感觉的。它是法喜充满的。 它无始无终，真常不变，不是文字所能表现、所能计数的。它本来清净，不受任何污染的圆满基础，成就一切善法，也不需要刻意修行，只要摆脱妄念，就能够正得真如，成就佛果。 所以不记文字这个问题呢，在六祖大师《法宝坛经》里面，六祖慧能大师在回答智藏法师的时候，关于本心性的疑问时，就指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不见一法成无见，大事浮影遮日面；不知一法所空之，反子太息生闪电。此之之见瞥然心，错认何称解方便？” 乳蛋一念自知灰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如果你执着文字的话，不见依法成无见，你离开一切对待那样的一个见地，你不能说我已经清净了，我正得清净了，就像那个长爪犯字见到佛陀一样，说：“我一切法不受。”佛陀问他说：“你这一切法不受，受不受？”他就答不出来了。 你不能再存有一个无见啊！我已经离开一切对待了，这个你也不能自作，不见依法存无见，因为如果你还要存这个无见的话，就是像一片小小的云呢、啊，把太阳挡住了，以大事浮云遮日面了、啊。你不知道，你还心中还有一个法。我我知道这个，我知道就麻烦了。这个、我知道，我我已经清净了。 这我已经清净了这个一法，你就锁的那个空知啊，你那个明之心呢，就锁住那个空知，就把它挡住了。凡主太虚生闪电，又是就像太虚里面打一个闪电一样，那个道理啊。此自自见别然心，你跑出这个自见出来，错论何生解方变呢？已经错论消息了。 啊，你知道，还有这个执着，把它断除以后，自己的灵光就常常显现出来了。六大师强调，是灵光是，它始终在显现的。关键是你不要起自见，这种灵光呢，世间人本有的菩提玻璃之智，它是放大光明的。 这灵光不是说来自于人的感性认识，也不是来自从后来学习的，知识而是本有的智慧啊。所以淮海禅师呢，他强调是增藏心体，不及文字，十分高明。语言文字是为了让你表达心理，就像我们现在学习文字波列一样，我们借文字波列再进入观照波列，最后证得我们的实相波列。文字啊。 你离开文字像，但也不得不用文字，但是你别被文字绑住，啊！佛陀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上映摄，何况绘画？啊！说法者无法可说，就是不能有文字的执着啊！说法者无法可说，你迷了，我才跟你讲一个诀呀、啊！ 领悟轮回了，我才跟你讲一个解脱啊！你纯论了，我才跟你讲一个极乐世界啊！你觉悟了，我怎么还是要跟你再讲觉呢？你已经登彼岸了，我就不需要说了。你已经心在极乐了，你就照这样去利益众生就好了。这就是说，你不要被文字绑住啊！不能，这不能像六大师说了。 啊！不见一法成无见，大事浮云遮日面了、啊。所以六六大师他一方面说，诸国庙里会观文字，就是说这些无上正的正解。我们这个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是跟文字无关的。不是说你读多少经，要背多少经，要听多少经，他就会开启这个智慧，不是？那只是一个方便而已。 你读一万遍，你没有开悟还是没用啊！修了福报而已啊！关键是你要去悟进去呀、啊，你要去实践呐、啊，不是你背多少经文他就能开悟啊，而是你必须直下承担呐、啊，必须要放下那个妄言呐、啊，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，华海禅师说了，但你妄言记住就活。你不放下，你不悟。 那你读那么多经，你还是没办法开悟啊！啊，这就是说，住火庙里会观文字啊，但是又不得不利用文字啊。我们必须借有文字玻璃进入观照玻璃，然后再进入实相玻璃。所以禅宗里面常讲说，不离文字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六大师是有意见的。六大师他是有严厉的批评，他说：直空之人有棒经呐、啊，直言不用文字啊。 啊，所以，我们还是要需要听经闻法。就像老法师在跟李炳老技师学《经教》的时候，李炳老技师不准他写笔记，但是说家里老师就可以写笔记，因为他们两个根基不一样。那老法师听完李炳老师讲《华严经》，老法师就有办法上去讲《华严经》了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所以因。 就是净空老法师呢，他的根性，他的悟性非常的高，啊，这个就是说呢，啊，既云不用文字，啊，也不能有这个执着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借这个文字呢，啊，能够契入，炼解如来真实意这个境界。好，好，以上呢。 我们就解释这个灵光呢，到这里。疾病痛苦的产生，并不就是疾病本身带来的，我们还要去追寻这种病苦的根源。大方广总持经说，用恶眼看发菩提心的人，就一定会得无眼的报应。 用恶语骂发菩提心的人，就一定会得无所得报应。梁王宝忏说：哑巴的起因是诽谤别人，矮小的起因是轻蔑别人，丑黑的起因是遮佛光明，恶苍的起因是鞭打别人。法华经说：水肿干消，苍癞。 庸居，这样一些病，都是因为这个人前世诽谤这本经典，如此造罪，众生怎能不警惕呢？每生一种病，都一定有一种得病的原因。施舍药材是救以生病之后，劝人不造恶业是救以未生病之先。 正如孔子所说的，既要像一般人一样审查案情，更要把案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，使两人呢不诉讼，啊，这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实施，才算完美。